全80千瓦水泵机组，柴油机选用的是潍柴的 WP4D1001201， 水泵选用的是南方泵业的无堵塞资溪排污泵，型号是 SP-8M， 有三级流量，分别是230、300、500立方米每小时，对应三级扬程分别是8米、12米以及20米。便携轻污盖、后拉出结构，维修排障方便，简单的工具就可快速完成日常的维修。SP 型无堵塞自吸式排污泵，吸积快，吸入度高，性能稳定，使用可靠，适用于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系统，以及污水的分级处理和综合处理的过程，有自吸污水泵之王的称号。